那用个家家己的老母啊，当作敢那球安尼，踢过来，塞过去。我做了我的婆婆怎么这么干，我都会想说，哎呦，我有没有对我爸妈这么不耐烦？仔细回想，哇，这几年我很会逗他们开心。我妈妈每次都说，哦，阿辉吼，带我去看迄马吼，哦，迄马唔知嘛，你规只咧白色色，我看可能是有散不雅粉，哦。然后妈妈你看安喏，哦，迄马安尼棒赛安尼哦，他就只记得迄马棒，哪照过也要哪棒赛，他就跟小孩子一样，就回到了那个肛门期，有没有？对大便、小便什么的，就特别会记住这样的事情。哦，我就觉得啊也好，就换我照顾他。啊，后边你够有想要看这个？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啊，未歹。啊，但是有些等足久，啊，我迄马有脾气呀，动物拢冇脾气呀。对了对了，对啊，好看。现在如果有一个大你十八岁要娶你，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？觉得怎么我女儿被一个糟老头糟蹋？真的时间相处了久了，人家就知道你是怎么样。我是怎么样打动我丈母娘？我自己种菜，种一种把菜送给她，她不相信。到后来种一种不采，请她来。采收，他就知道说真的是我种的，嘿嘿，从此就跟我有互动。我想讲，那吃一下空心菜，哦，我是拢炒那个沙茶牛肉。我好，我知道，一口气就种了一区的空心菜，哦，可以来采收了。哦，他采得很嫩。这夫妻会一起做什么一起有兴趣的事情？音乐欣赏，因为他主修大提琴嘛。然后复修钢琴，所以你们都是很静态的这种约会吗？其实我跟你讲，那个到后来就是生活，就是说，哎，爸比，那个楼上有什么菜？我说我上去看一下，我再跟你讲。这样就两道菜，然后弄一个汤，弄一碗饭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生活越简单，我觉得就越快越简单的快乐，不要搞到那么复杂，不要那种。传统式的偶像剧的，哇，弄了一桌的晚餐，还有蜡烛，对啊，那都假的，骗人。那个到最后要洗的碗盘特多，我才不信。你之前也曾经有想过要什么？现在的这种成长环境跟社会自然，成长环境包含的就是所谓的这种大自然的灾害。我们没有遇过这么热，连北极都融化了，哦，我觉得我有可能，我自己有信心有把握把我的小孩教好，可是我不晓得我的小孩能不能去适应未来的这种，就是，哎，爸爸跟你讲哦，你要守次序，不可以插队哦。爸爸，我都被插队，就类似像这样。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是缘分，因为传统的印象都认为说。全部赶快生啊，生小孩很好啊，有很大部分的都嘛是在脸书炫耀，拍完了你没有那么爱他，来的快看图片啊，好可爱，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去秀图，然后去发文了嘛，那也是很爱他 ，no， 那只是在炫耀而已，你为什么不真的多陪小孩子多一点时间？